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傻真灵感。今天种盲葱，像这种的可以挖一半。这个地方蛮重啊，这边重吧。看到这些小苗发芽，很开心的，非常开心。一颗变四颗，我现在要采收了。哎哎哎，哇哇，你看，一颗变四颗，不亏啊。它很像迷你圆葱，小圆葱一样的。真好看，我这里有大颗的，去年种的，然后后来放弃了，没想到今年它这儿发芽了。这边长得很好，我可以继续在这边种，留一些种子。啊。